有这个应对风险应对机制。那么像这种特殊情况的话，公司也是有相应的应急预案的防范机制。据我了解，我们的这个风电厂的生产经营都是一切正常的。对我们出口项目有可能的，目前暂时没有接到这个客户的这个任何的其他需求。这个我们交付也是根据客户的这个交付计划进度来的，就一个国家对我们影响不大的。